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专家组今天到访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组昨天前往武汉白沙洲市场，以及与部分首批病例有关联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考察。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专家组至今还参观了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金银潭医院以及一场武汉抗疫成就宣传展。按照中国公布的信息，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武汉市疾控中心实验室也在世卫专家这次考察的名单内。